咁咧，講到點樣從神得力同埋聖靈充滿，咁我自己嚟講咧，我覺得從神得力，第一係信心。咩意思呢？因為有好多人咧，嗱，我的而且確親近神係好緊要，但有時有好多人咧可以親近神咧，佢個心態啦，神啊，快啲嚟幫我，神啊，快啲啊，我真係好需要你，我唔掂啊，我唔掂啊。嗱，呢種心態咧，佢可以祈禱好多，佢都覺得好慘喎。即係信心就係話，嗱，耶穌稱讚兩個人嘅信心，一個咧就係嗰個白夫長。因為白夫長點解話佢信心咧？佢求耶穌去醫佢嘅仆人啦，耶穌話好啦，我去啦，但係佢話你唔使去噶啦，你吩咐一聲就得噶啦，因為有人喺我權下，我一吩咐佢就去，我叫嚟就嚟，所以你一吩咐，即係意思就係你一吩咐就事做好，即係佢信得過耶穌嘅權柄、能力同埋恩典，即係話信，即係話神係可信嘅。咁我俾信心嘅定義係咩咧？神應許我放心，神做事我放心。同有些人的定義不同，有些人的信心是什麼？我要很相信，我真的很相信神啊，我很信很信，我大聲說信啊，我信啊，我信啊，啊宣告神啊，神啊，你一定做。嗱，這個咧好像是人的作為啊，即係好似嗱，如果我形容，如果假設我爸爸是很可信，我不用，我要信我爸爸，我信他一定會嚟接我，我不用要咁講嘅，我很輕鬆。我爸爸一定接我的，他次次都接我，我好知道他是一定會做的。那同樣神都是，神應承了他一定做。所以呢，信心是什麼呢？就好像這個白夫長，他說，即他知道耶穌有這個權柄，他知道耶穌一定會做，即耶穌一句聲就可以了。而這個另外一個迦南婦人，這個迦南婦人呢，他呢就其實耶穌知道他是這樣的，即耶穌，我就覺得耶穌是某程度是試他，也讓他去講出一些說話來到鼓勵其他人。因為其實耶穌也有幫外邦人，不過他就說我奉差遣是去以色列的迷失的羊那裡，讓他知道其實他不配，還有他說不要將兒女的餅給狗。那這句說話呢，耶穌跟這個撒瑪利亞婦人沒有這樣說，但他跟他這樣說，因為我覺得是耶穌知道他的信心很大，他呢就知道我不配的，即其實耶穌想教一樣就是我們不配，但是這個婦人就說是不配的，不過狗都會吃主人的桌子跌下來的食物，就是說總之我就是想要的，神一定給我。他這個就是，即這個另一個信心，就是說神會拒絕我的，總之我去攞嘅時候，剩翻落嚟嗰啲都夠我噶啦。咁耶穌就稱讚呢個婦人嘅信心。咁其實信心係咩咧？即係點解信心先啊？神係愛緊我，神祝福緊我，神定意幫我。我只要行神嘅路，神好歡喜。我會形容，因為聖經都咁形容喎。佢話一個罪人悔改天上，因為歡喜喎。所以我形容咧，神咧笑到見牙唔見眼喎，哇，開心到不得了，因為任何人悔改同埋親近佢，佢好中意。嗱咁嘅時候咧，人就有信心。我係成日都係咁講啊，耶穌好歡喜我親近佢，多謝耶穌，多謝耶穌。唔係我配得，係神歡喜，神樂意咁做。咁個人咧就好鬆嘅。如果話，哎呀死啦，我啲信心未夠，哎呀我仲有啲罪喎，哎呀我又未處理曬，哎呀我未做曬，咁咧就。如果用咁嘅量度咧，咩人都會好驚。咁所以我又發現咧，耶穌用説話鼓勵人好簡單嘅。耶穌就話一杯涼水俾一個小子都不能不得賞賜，即係耶穌咧就唔係話嗱你帶咗一個人信主咧就不能不得賞賜，帶一個人信主又唔係好大又唔係好細啦，但係都俾好多人嚟講係難噶嘛。但係一杯涼水係人都做到啊，一杯涼水不能不得賞賜，即係耶穌話。總之你有心，你少少都好，神都記念。咁咁嘅時候，我哋就一杯涼水，神記念，我就俾多幾杯涼水啦，我就幫多啲人啦，我就幫佢靈命啦。即係咁嘅時候咧，就會話我做乜嘢，神都好歡喜啦，個心就鬆啦，個心就唔會話，哎呀，我就得唔夠好，神都係唔中意我噶啦。
嗱呢一個嘅心信心，相信神好愛我，好錫我，好多恩典俾我，只要我親近佢、信靠佢、遵從佢，佢一定歡喜噶啦，一定祝福咧，個人就鬆啊！如果話哎呀，我唔知做得夠唔夠咧，我祈禱夠唔夠咧，咁嘅時候咧就好大壓力。所以呢個就係律法。事實上有好多人都喺律法裏面。其實我神俾我啲教育，我真係好想更多人唔好活喺律法，又好辛苦，好辛苦，辛苦。活喺恩典裏面。好啦，呢個第一就是信心。咁然後咧就係、是、其實我講到聖靈充滿咧，我就講到好幾點嘅。第一就係、是、其實我第一咧就講到悔改離罪，由聖經，由信心。我呢個排列咧，我就寫第三。不過咧，但如果講重要性嚟講，信心係第一嘅。呢度講到即係整個人嘅生命，即係罪唔可以被聖靈充滿。有聖經，因為聖經真係俾好多應許我哋嘅。咁有信心，相信神好錫我哋，好愛。咁然後就靈嘅禱告，靈嘅禱告咧，咁我就將佢拆開就靈同埋魂啦。咁因為靈好難明白嘅，咁所以魂咧就容易啲啊，就係思想、意志、感情。整個思想都話神是最好的，神一定幫我的，神一定祝福我的，行神那路最好的，即是 我整個思想我都話神真的好到全世界沒有人是這麼好的，真的呢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是這樣，所以我可以很喜歡他，聖經說什麼我就跟什麼，我就信什麼，我就不用擔心的。即是很多人他們用頭腦親近神，但其實他的頭腦都不是跟曬神，是跟一點的，跟曬神咧就會話我深信神愛我，深信神照顧我、祝福我，所以我乜都唔使擔心，乜都好輕鬆咁樣。好啦，呢、這個思想意志就係我整個生命俾曬耶穌，耶穌叫我做乜我就行曬。又跟住咧感情就係話咧，嗱人如果一個人對我哋好，我哋都會有感情啦。何況係神，就係救我哋，神用咗幾多個人幫我哋救我哋，我哋得救之後幾多唔似唔聽話，神都繼續帶領我們，其實很大的愛，即是神很大的耐性，世界上沒有人這樣幫我們，就算說有人帶我們信耶穌都不是好像耶穌那樣逐樣逐樣地提我們，我們不聽話他一路地提我們，我們拒絕他，其實一個人如果我們拒絕幾次通常他都不再找我們，但是神通常都被人拒絕很多次，即是個基督徒都曾經拒絕過耶穌很多次，耶穌感動我們我們都不聽話，但是他都是依然很耐性服侍不斷感動，即是比個奴僕更加謙卑，慢慢感動我哋去悔改。即我當我諗嘅時候，我自己越諗就越中意，所以我好中意神嘅。中意神係一個好重要嘅鎖匙。但有啲宗派就好反對呢樣嘢。以前我讀神學嗰陣時候，那個教授佢話佢反對奇異恩典呢首歌。我點解反對？佢話因為佢係煽情。因為他們一個觀念就是信仰是完全是理性的，不用煽情的，但是我就會說我當時沒有回答他，不過我看聖經我又去分辨這個，我看到神都很興奮的，在西番雅書三章十七節其中一個經文，他說因我們歡欣喜樂，默然愛我們，且因我們喜樂而歡呼，神開心到歡呼的，神都很有感情的，而我們看到彼得很有感情回應神的，看到大衛都是很有感情的，怎樣渴慕神啊，好像和這個可拉的後裔好像六渴切慕溪水，詩篇六十三篇都講到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他怎樣渴上神，即都是講到個心靈那種歡喜神，大衛會在約櫃面前跳舞的，這些都是很有感情的回應。其實我們的傳人不是只是腦的嘛，有思想、意志、感情的嘛，即所以盡心盡性，個盡性咧係英文咧就係、是、to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, all your soul, all your mind, all your strength， 就係成個靈魂啊。所以呢個一定包括感情。咁咧，所以如果成日都話神真係好啦，我中意神，即好似我俾用形容人形容話俾人聽，你要好中意食雪糕，你就起碼好似你中意食雪糕嗰種心去中意神，你中意食乜嘢？你中意邊個朋友？你起碼用嗰種心，應該仲更加強啦。不過起碼去到嗰個位，不過好多人嗰個位都去唔到，就係好中意神。我係好中意神，我諗到神我就歡喜神啊！你真係好啊，真係好。呢個係聖靈充滿嘅鎖匙之一，
思想意志感情，有個靈啦。當有呢種歡喜神嘅心，又成個心靈啊，凡在我裏面的也要稱頌他的聖名。詩篇103篇第一節，凡在我裏面都稱頌佢，即係凡喺我裏面，啊，有歡喜嘅心，成個意志、心思想都係神最好，個意志又係行曬神嘅路，然後咧我就好歡喜神，然後成個靈魂哈利路亞，多謝耶穌呢種心態咧，你日日咁做咧，你就遲早去到個位咧。越嚟越被聖靈充滿，其實聖靈充滿是一個程度，唯有耶穌是完全被聖靈充滿，我們個個都不是。在哪裡看得到呢？門徒趕邪靈趕不到，他問耶穌為什麼不行啊，耶穌說這些鬼要禁食禱告，但耶穌來說一句說話就可以。在約翰福音也說到他是被聖靈充滿無可限，即是說門徒根本就不是無可限，那我們也不是無可限，所以我們呢越愛神，日日都在這種狀態，我就越被神的靈充滿。這個都是要操練的，以致呢即是多去親近，以致呢學到隨時的靈一去神那裡立刻充滿。那我來說呢，我就感謝神呢，就給我用一個字眼，這個是一個科學的字眼，就是 biofeedback。 biofeedback 是什麼呢？就是身體的反應來到幫自己。譬如呢，其實我講 biofeedback 是什麼呢？就是個腦個頭接咗一啲電極，然後有個機器，當你一放鬆咧，嗰支針嗰個電阻咧就減少，咁佢咧就會嗰支針就會喐，咁佢就教啲人點樣放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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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到鬆曬，鬆曬，嗰支針就落落落落落，即係可以咁樣控制嚟到，即係身體嘅反應嚟到幫自己嘅力。咁我自己咧就用呢樣嘢，喺我經歷聖靈之後咧，我發覺。我一喜歡神，感激神，愛慕神，我就發覺身體會震動，身體會有反應，還有平安、喜樂、愛那些，我後來就有喜樂，那我就用這件事量度，我一感謝神，哎呀，我一放鬆，那些喜樂就湧流，還有我感覺能力湧流，我也感覺神的愛來到我身上，整個人很好想很想，耶穌就已經是這樣，即係我就用呢一樣嘅身體反應啊，就話俾自己聽，我去唔去到嗰個位置？我越係咁投入，就越去到個位置。咁我就越係咁做咧。其實當時我參加好多聖靈恩膏嘅聚會，咁而有兩個牧師啦，佢都係教人渴慕神、愛慕神。佢成日都話耶穌喺度，你伸出你的手啦，多謝耶穌啊，愛耶穌啊，感謝耶穌。咁佢就講外面，佢就冇講裡面。我就去留意我裡面，我幾時做到乜嘢，我就感受到聖靈，我就知道。我的靈幾時通，幾時聖靈就臨在。咁而家嚟講咧，我可以咧點啊？個心飛去神嗰度，即係嗱，唔係真係飛嘅，而係好似個靈湧去神，又歡喜神，又中意神。喺我為人祈禱嗰時都係咁樣。我發覺咧，係一按手即刻嗰人會感受到。嗱，有啲人就比較快，佢點啊？我一掂佢即刻就搖啦，即係佢感受到聖靈嘅能力。有啲會即刻喊啦。咁咧就而我係發現可以次次都係次次嗱，當然有啲人就慢啲嘅，佢即係佢唔係咁快經歷到嘅。咁即係嗰個問題佢嗰度阻咗啊，佢個靈唔通啊。但係如果佢個靈一通咧，一按手佢即刻就會感受到嗰個力量嘅。咁呢個係可以操練，即係嗱做嗰陣時咧就唔好諗住操練，做嗰陣時就係愛神，就唔好話我而家操練緊清日神，係一路愛緊神，但係亦都係同時咧就係、是。亦都可以操練點樣樣更加投入，咁亦都可以同人去操練嘅，即係一齊祈禱啦。投入一發一投入到，咦佢又經歷喎，即係知道做啱。咁呢樣嘢其實我都做咗一段時間，我先開始能夠隨時做到嘅。咁而個心態成日都話神好歡喜我，中意我嗱，呢個即係先我講到第四點，就係、是、用心靈誠實，盡量長嘅時間親近神。咁然後咧，跟住咧，第五點咧就係大使命、傳福音同埋建立靈命，因為呢個係耶穌吩咐，因為佢都係話聖靈降喺身上，你就必得著能力，一路傳福音到地極。又第六咧就係處理生命，如果想聖靈充滿，日日憂愁一定唔得嘅，日日煩惱一定唔得，一定放手，其實唔緊要，即係耶穌都話叫我哋放手，佢話勞苦擔重就嚟到我度放手啦，可以得到安息啦。然後耶穌就話。我心裏柔和謙卑，我係好柔和、好謙卑噶。
你就負我呃，即係做我吩咐你做嘅事啦，服侍我啦，學我嘅樣式，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。即係話咧，原來侍奉都會喺呢種輕省嘅狀況，我哋嘅心裏就必得享安息。由耶穌話：我嘅呃係容易，我擔子係輕省。不過好多人成日都係用自己嘅方法，我想達到自己嘅效果，所以越侍奉就越難。但如果佢話：我今日做嘅神歡喜喎，我有幫咗一個人神歡喜喎，我有禱告神歡喜喎，咁樣就好輕鬆啦。咁咧就越做咧就越精神飽滿，越唔會 burn out。但係好多人真係 burn out 得好辛苦，好多侍奉佢好有心啊，不過佢唔明白呢個恩典嘅道理同埋呢個輕省嘅道理。耶穌就話咗：勞苦擔重擔嚟我度。包括埋侍奉父耶穌呃嗰時都係輕省，因為耶穌呃係容易，佢擔子係輕省。咁呢個得力嘅途徑就係需要我哋人做。咁而當我去訓練人嘅時候，我就幫佢留意啦。有冇留意神嘅力量喺你身上？嗱，你投入啦，你一投入，咦強啲喎，嗱做啱咗啦。一投入強啲就做啱咗啦。咁你繼續投入啦。咁呢個就係我會好多時咧去幫人哋。帶住佢，即係點樣去進入？一啱我就會同你做，就係幫你點樣可以投入、投入、投入。